哪是就业要死掉？就是民工怎么活两天？他就是要死掉。他妈的，再怎么样我就死到旁边。那话痨农民才能忍在那里啊？哎，两位兄弟，你可以把它拔掉。有人说，光你皮掀起来再回去的时候，要换皮，换皮而已，那你就开始进水了。是哦，就会进水。那你只要换皮，因为你皮怎么用，也掰也掰啊嘛，你掰了就是给老水啊。他会说从缝那边，可是这我就不晓得了，我听他们那边讲。